让你的人马上消失。只要你愿意，我能现在帮助你解决所有难题。不需要。跟你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，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一劳永逸。你想让他误会我跟你的关系，不可能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帮他搬家具才过来的。这个口红你是刚才他抱我的时候故意蹭到的。还有什么其他想问吗？我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等一下，这些东西你不打算包装好？这是搬家具的钱，只多不少，不再见。你也看到了，我现在正在搬家，而且我穿成这个样子真的不方便招待。这个钱就算你来回的辛苦费，不送了，下次再约。啊，